早晨啊，这个是在亚马逊森林睡醒的第一个早上。我们的街兼厨师已经站起身很久煮着早餐了。我们的团友呢全部都在睡着。今早起身洗面的时候呢，有很多雀在飞，不过当我梳洗完呢已经走了。我們呢會走去另外一個 campsite， 不知道走多久，好像我吃完早餐就要出發。孭曬所有東西，好啦，祝我好運啦，在亞馬遜跟大家說早晨。好啦，今天呢繼續 jungle trekking， 跟著我們的導遊。我實在看不到有什麼路可以走，是他才認得的。全部周圍呢都是樹啊、雀仔叫啊、昆蟲叫啊等等。要攬過棵樹，我們的街都走得很快，要跟著。如果不是都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个呢是一个不知道什么声音，声是牛油果的东西。莫达古。啊。是 possible 的吗？是。嗯，好似海膽咁啊！嗯，Rico， where Rico？ Gracias。呢個就係好似咁嘅唔知咩果，總之就係好，我哋食下先。好味。野外求生的朋友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今早连早餐都没吃，就在山边吃刚才的海胆牛油果。我的功力还差一点，不可以参加这些团。哇，差点卡死。好啦，我一看路迟再谈。好啦，现在是12:03，行了足足3个钟头，好累，终于都到了。这里呢就是今晚睡觉的地方啦，河就在10分钟可以游水，不过我真的无力了，要休息先。拎住了这么多东西，全部水有8L水，超辛苦，好想直接瞓低。好，啊，我哋終於都到咗第二個住宿嘅地方。孭住8L水嘅加好多嘢，然後不斷咁行，真係好攰啊！而家咧，我哋個靚仔導遊兼煮嘢食咧。就煮緊嘢食啊！我而家就等食啦，好眼瞓，拜拜。就係我哋嘅晏晝啦，應該係牛肉湯。個火咧就係咁樣啦，非常之原始。呢度咧就出邊就係一條河啦，有河景嘅茶座，係咪好高級呢？呢度咧就是第二日住的地方，出附近的一条河啦。虽然是附近，但系都要行5分钟到啦。我哋街话咧可以喺度游水、冲凉嘅。
食啲水黃黃地，我可以捱到翻去先嘅。聽唔聽到啊？係野豬啊！信森林的野豬啦，呢度咧一棵树咧，我哋导游话咧，如果你迷路嘅话咧，就可以匿喺呢度啦。因为呢啲树根咧，全部都有刺嘅。咁如果匿咗喺入边咧，啲老虎啊、豹啊、咩熊啊，就食你唔到啦。但系咧要入嚟咧，都要好小心，唔系会吉亲嘅。我示范俾大家睇点样走出嚟啦，而家好安全噶啦，有个导游喺度冇问题噶啦。哇！好緊，搞掂，係啦，喺大家可以睇到咧，呢啲樹咧全部都係有尖嘅，入邊嗰枝咧，因為佢細枝咧，所以仲吉。哇！吉到黐線啊，頭先。好啦，係咁啦。